64年那球你演了多三个地方吧？老钱地方啊，走吧。老钱没体系。转罗西康。哦，你这里还哦还是能做的一个。也不能这样做，你能能做吗？哦，你是啥小区的？办事细说了，七点以上。好，真的。刘叔身体好。他后面修了60多年了，啊，2500年田我没得修的地方。对对对，三千六十万五，那地三股。哦，刘叔真给真给典型。我的钱啊。两个他还用很多年了，哥。两个福利牌啊，福利牌老牌子。哦，两把回你们，该管我了。两个穿两只用了好多年了。两只年了，来打上去打烂七个了。打烂七只两只了，哥。现在还两个，那说的，这个说的，七年卖给人了。七年卖给人，也靠。这个说明7年老牌子啊，现在没人去买。哦，就两只，哥。这个说明没。哦，那个就说明几个。说明几嘛，就算了，负责必须要说。连着这些77年买给了吧？77年买给，一个经济模型是。第二年都抬，真给真给。他孙子办6年有点不敢抬，你看孙子给，我现在又敢抬了。他说那77年还敢修过，那七敢修的。这刘叔还老手艺呢，真给老手艺。你打算的打69年了？69年。啊，今年84了。啊，84嘛。真给。啊，熊，熊。哎，蛮厉害。对啊，真厉害。有掐这个，哎，嗯，打上。哦，反正你七个字的哦，难看了哦，这个叫看都是看了都是把你发了来，再再再走。啊，两个落丢，噶，那套套了，去落哦，两个没提丢，噶呢，提丢，两个提丢的67个字的哦，又是真的多才多艺。两个套套，好嘛，你学做的了三，全程10多个。我两个套套，你还你做的？丢来做的，哦，真的可以。我当个勇士哥，中国人的勇士嘛，对不？俺现在有个毛病，有个吧，不是我的。俺留那个人靠，俺留那个这个人，俺挂一床是吧？呀，挂一床，挂床那个，俺专门个，俺是的，俺不还买一个吧？俺从来没过，俺这都。你七个字，七个用的。对嘛，七个用。嗯，刘叔真的得行哦，你三打的好，那个好，这里好。可怜那个柱子，这个两个哈，都刘叔这样了，一点一点走出来的哈。搞得刘叔正常的，能买的呢。这这的七个用的。那个还留出七个这个。那种花椒的。哦，种花椒。一张我是细的。一张我是。哦，奶奶还有个。本来没留买，这些五。啊。一张我那大地我走过的时候的。两个人还不给。那个啊，那个给你拧到了两个。花椒。哦，就种花椒有个。我把花椒的装同细，但我装上去免丢，我是个大腿，那个细我不好。养到给你养到。你瞧你怎么讲呢？俺讲，俺怎么讲？我哈龙。我哈龙。我哈龙给带我好吃。哦。俺给舅舅的，舅啊好多也不用吃，舅啊好就倒了，这样也不用吃。嗯，你是手艺好。我那个反射做的还好。那反射兵，那要有兵。你做了干活，你正常的。没事情啊，俺我。俺毛是讲边做打三毛出来做，就好点是在那种。我刚才多巧了，多巧刘叔了，你俩在好多年了。一的，他妈有2-3年是的不？跟俺那东西还那正常的，那正常的，那应用。盲目送你就两个嘛，对对对，其实做了个送你嘛。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多巧哈，多巧多巧刘叔。你是个铜师傅，你晓得吧？那从你手工，你手工做，从手工做出来。对，做得好，你做得好。怎么你来了刘叔娘娘？真的这老人家看到点人穿白日戏哈，真的人看得好年轻哦，心态又好，而且干嘛做两个三夫啊？然后三夫都做了69年，真的很难得是找到两种老人家的。然后刘叔这七个还做两个柱子，做给两个饭菜啊，做的干嘛好看啊？还送俺两只，真的刘叔你太对了哈，多谢刘叔了。看刘叔的80多岁了，打两个巴掌打得还快得很哦，真的。好多年轻人可能暗示你没干好，那现在年轻你那个手机个？你过去69年啥？你跟我玩？啊？69年三步的多不？哈哈。但是那还多少啊？啊。希望柳子我那有蟹肉来着。柳子啊？就那个柳子啊，我那有蟹肉，多69啊。一落丢碰子我个。希望一蟹肉了。好多山啊！那富啊，说的干不了多少个几个小时啊，应该是哦。
嗯。